今年人类将产生近6300万吨电子垃圾，价值约625亿美元。电子电器废弃物论坛称，这些电子垃圾蕴藏着惊人价值。联合国可持续循环计划主任鲁迪格库尔向电子电器废弃物论坛表示，目前一吨废弃手机含有的金超过同等重量的金矿，这意味着从技术上说，从手机中炼金比从矿石中炼金更有利可图。电子电器废弃物论坛称，人类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增加200万吨，被回收利用的不足20%。更多一手新闻，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订阅凤凰网科技。